来到了 UA，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跑者的跑鞋到底该如何挑选。那我今天就做简单几种范例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常跑速度型的跑者，建议你的鞋底啊稍微要选轻薄一点。为什么要选轻薄的鞋呢？因为当你选的鞋底比较薄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你的地板面积跟你的脚掌距离比较短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身体感觉的操控能力会比较好，你的脚的直觉会比较灵敏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你跑速度训练会比较来得吃香一点。但薄底有一个坏处，就如果你要进行长距离训练的话，很容易因为底太薄导致你的缓冲能力不足，造成你脚的疲劳或者是伤害出现。如果你跑速度型的跑者，建议你可以挑选鞋底稍微薄一点的鞋子。那再来第二种鞋子呢，如果你是比较常常跑一些长距离的训练，那我会建议你稍微鞋子要挑稍微厚底一点的鞋子。那厚底的鞋子呢，相对的它跟地板脚跟差变高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操控性就没有那么灵敏，你感觉会比较迟钝一点点，那其实不至于影响太多。那这个时候因为它鞋底比较厚，所以对于你的长距离训练来说，其实它的缓冲能力避震效果是比较好，那这个时候对于你的脚的伤害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运动伤害出现。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常跑长距离训练，其实我建议你可以选稍微底厚一点。那回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要进行长距离训练的话，建议你挑选鞋底稍微厚一点，对于你在跑长距离训练当中避震效果会帮你保护的多一点，这个时候对你的脚比较安全。那如果你进行的是比较间歇型速度训练的话，建议你挑选鞋底稍微薄一点，这个时候你的操控性比较佳，你的速度感，你身体的掌握程度也会好一点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，拜拜。